韩剧女神宋慧乔主演，近日第二季在串流平台播出后，立刻掀起全球观众追剧热潮，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就登上全球排行榜的冠军宝座。许多网友看完《黑暗荣耀》大结局之后，纷纷在网络上发文分享追剧心得或是讨论剧情。柯佳嬿最近也在社群平台透露，已经看完《黑暗荣耀》第二季，她在 IG 现实动态转发串流平台宣传自己的新剧《模仿犯》在捷运内的广告墙画面，发文透露《模仿犯》上线之前已经追完《黑暗荣耀》的她，最近脑海中都是剧中霸凌女的名字贤振啊三个字。另外，她主演的悬疑新剧《模仿犯》则是将在3月31日播出，令大批粉丝都相当期待啊。